这是三个三个字，是一种动物，它是森林之王，但不是真的。老狐狸 ？No， 小狐狸，狐狸精。它是一种你卸毛鼻子要用的那个东西。狐狸毛啊？你卸毛鼻子要卸在什么上面？纸纸。纸老虎。你们这个稍微有点偏袒那边啦。现在是两个队都猜，这咋跟我们没关系了呢？请从你的世界里出来。